国女队来说，你登场也不是错。团体赛打起来是不是专注度要求更高？比赛过程也更兴奋。对，因为本来我们打团体赛的话，就是，打的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实力，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非常充分的相信我们的队友，包括我的同伴，所以我们在场上其实也没有想太多，然后就全力以赴为中国队尽可能的去拿下这一分。嗯，是。这届的英国杯，中国女队更强了，你们怎么看待这次卫冕呢？没有吧，一步一步来吧，然后我们是一场一场先拿下嘛。对，明天还有小组最后一场，希望可以先取得小组第一。嗯，你们在上一届就是如果被在去年的时候你们的表现特别突出嘛，会不会有期望说就是也不是突出吧，只是打的时长长了一点而已。对，就是我们可能会更加渴望那个冠军吧，包括今年也是一样的，其实我们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。对，所以我们但是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打好每一场比赛。嗯，对。去年因为日本他们也有几个球员受伤，今年都回来了。嗯，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？考虑那谁来的都是一样嘛。对，没有想那么多。对，好，走。